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80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其名曰尊者乔成汝。请看念老的集解，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梵语阿利耶，翻成中国呢，翻作圣者、尊者，为智慧、德行。居尊者乃阿罗汉的尊称，一般称阿罗汉都称他为尊者，他有智慧，他有德行，德行是持戒，智慧是他的心清净，清净心生智慧。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在佛法里头佛法呢，我们学佛一定要认识清楚，佛法是佛陀的教育，英国汤恩比博士有说在台湾过去方东梅先生也告诉我，跟我说了佛教是教育，佛教是无神论，宗教里面都有一个
创造宇宙的真神，佛教里头没有。佛教大乘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谁创造的。我相信我们同学很多人读过坛经，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见性的时候说了五句话，那五句就是他的报告。他的修学报告，现在大学里面叫毕业论文。那五句是慧能大师的毕业论文。说什么呢？就说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你说出来我听听。慧能大师就说出来了。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自性从来没有染污过。它是真正的清净。第二句话说：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宇宙间一切法，佛法里面讲得清楚，讲得详细。佛法讲十法界，讲六道。一切法就是六道跟十法界。都是生灭法。有生有灭了。自性不生不灭。所以它是真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自性就是真性。也叫真如，也叫本性，也叫真心。那么学佛，为什么学佛？为了要把真心找出来，用真心过日子。那就叫成佛了。真心找到了，生活是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通通用真心，用真心就是佛陀。明心见性的人用真心，所以宗门说见心成佛。见性的人就称为佛陀。佛陀是佛教里面最高的学位。你证得佛果了。号称佛陀了。见性就成为佛陀。自性不生不灭。他见到真相了。大乘也叫实相。实是真实。真实的相是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这第三句。本自具足。本是本来。本来自己就居住什么？
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本自具足的内容啊！本自具足智慧，圆满的智慧，无所不知的智慧，是你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只要你明心见性，智慧就现前了。啊，德是德能，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教人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德能。五伦是道，中国人讲道德。五常、四维、八德是属于德。他从哪里来的？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不是外来的。啊，见性之后，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跟道德相应。为什么呢？这道德透出来了。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有如来一样的智慧，一样的道德。啊，那现在为什么没有了？现在被烦恼障碍了，被烦恼盖覆住了，它透不出来。啊，透出来是什么呢？是烦恼。也就是说，把智慧的能变成了烦恼。这错了啊！学佛目的就是要回归自性，我们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我们的智慧现前了，跟佛没有两样啊！我们的道德恢复了，也跟佛一样。还有相好啊，相好是什么？相好是我们的依报跟正报，正报是身体，依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啊。那相好是什么样子？这一步大乘无量寿经上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相好。天亲菩萨造往生论为我们说明极乐世界29种相好啊，依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环境说了17种。啊，正报是里面居住的人。啊，人有老师有学生。老师是阿弥陀佛，说了8种相好。啊，学生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4种相好，总共19种。哦，29种，总共29种。无比的殊胜庄严，
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极乐世界升到那个地方去，不管什么样的品位，啊，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阿弥陀佛本愿就告诉我们，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啊，这不是我们修成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啊，让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就证得阿惟越智。啊，阿惟越智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不退转。三种不退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所以叫圆证三不退。我们同学要知道啊，我们这一生太幸运了。你怎么会遇到这个法门呢？遇到这个法门，一生可以成佛，不要等到来生了。啊，河南南阳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这是来佛三圣的勇士集啊，这里面还有一片光碟啊，有一片光碟。老和尚112岁往生的，去年啊，去年正月往生的，112岁，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他的师父非常了不起啊，就像地贤老和尚一样，他20岁出家，师父看到这个小伙子有善根，那善根是什么呢？老实、听话、真干，啊，具足善根。这个年轻人有福报，福报是什么？不是有财富，不是有地位，啊，他有福。福报是真诚，真诚的人有福了，恭敬，对人、对事、对物恭敬。难得，恭敬的人有福了。第三个，心地清净，也就是妄想少，杂念少。啊，这人是个孝子，是个好学生。那么老师遇到这样的人，不能轻易放过，要好好的教他了。为什么？
这个人一生呢能成佛啊，他具足成佛的条件啊，所以老师果然不错，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都没教，教他这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句佛号就念了92年，没有拐弯，没有换别的法门，就是一句老了老老实实的念这句佛号，念了92年。啊，他是20岁出家的，师父教他，他就开始念。念到什么功夫呢？我们在近代看到有个例子，地仙老和尚，有一个做锅炉匠的徒弟，那这个徒弟跟他从小在一起是玩伴，他们都生长在农村，可惜这个人家境清寒，没念过书，也没有谋生的能力，所以学会锅炉匠，补锅补碗，这个行业非常苦，比叫花子稍微强一点。晚年40多岁，找到地仙法师，地仙法师出家了。看他不错，许多人呢尊敬他，供养他，他自己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就要求要跟他出家。这个故事我想很多同学都知道，最后地仙老和尚慈悲，确实收留了他，但是他不认识字，在寺院里头五堂功课不会做，日子不好过，人家瞧不起你，学讲经不认识字，所以剃头之后没受戒，把他送到农村一个小废弃的寺庙，没人住的这样一个这个也是破烂不堪的一个小庙，让他住在那里，在附近找几个佛弟子，大概都是地仙老和尚的皈依弟子送一点米，送一点菜，照顾他，让他一个人在那念佛，就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锅炉匠真听话，他的好处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师父教给他的他不折不扣完全做到了，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念了3年见佛了，佛告诉他什么时候来接他往生，欲知时知，站着往生的，就一句佛号念3年，什么都不懂没有听过经的，
也没有念一句咒语。那为什么？那是一心专念。郭罗江是吃尽了人间的苦头，最后发现真正皈依，全身投靠三宝啊！三年，阿弥陀佛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海贤老和尚，他的善根福德比郭罗江还要纯，还要深。20岁，师父教他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真干。那念3年怎么样？他念3年，跟郭罗江比，郭罗江应该是念到功夫成片，决定往生了。还有寿命，佛来的时候告诉他，你还有多少年寿命，等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佛给他受记，让他的信心愿心增长了。可是有一些人还有寿命不要了，这世间太苦，我提前走，我现在就跟你走。佛很慈悲，一定会答应。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的云科法师破戒比丘，他自己晓得，他要不能往生，决定堕阿鼻地狱。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可以不堕地狱。关起房门，这一句佛号念了3天3夜，不眠不休，念到筋疲力倦，真诚心感应，阿弥陀佛来了。告诉他，你还有10年阳寿。10年之后，我来接引你。盈科佛知心灵啊，忽然聪明起来了，向阿弥陀佛请求，我10年的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答应了，告诉他，3天之后我来接引你。3天之后，真的他往生了。这个事不是假事啊！假不可以邪在。往生传里头不可以的。你看看，造作罪业3天3夜，问题就解决了。他为什么行？他真心真干，不是干假的。我们这些学佛的人跟他比差远了。那么最近刘素云居士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他送他姐夫往生，姐夫虽然念佛念了4-5年，
脾气很大，嗔恨心很重，啊，最怨恨的人就是他的媳妇，对儿媳妇，啊，对冤家聚会，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啊，他发誓，我死都不饶他。啊，做鬼我也来找他。刘素云去世，费尽千辛万苦劝导他，到最后，终于，他把这个怨恨放弃了，放弃。就升级了过去了，瑞相稀有啊，把这两个人的怨恨化解了，啊，媳妇也改过了，也回头了，不再怨恨公公，公公也原谅媳妇了，啊，非常非常。必须把因果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啊，不往生，你来生是地狱。地狱出来之后，你会跟你儿媳妇再碰面，那又是冤家对头，不知道造什么样的罪业。啊，罪业造完了，还是在三途去受苦。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事情不是聪明人做的啊，聪明人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啊，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两个也放弃了，啊，这个才往生到极乐世界。媳妇再没有冤亲债主，找麻烦了。啊，这晓得往生极乐世界，真正解决问题。啊，我们在讲席里头，常常讲到世尊的法运，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现在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也就是从我们现在起往后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九千年。宗门教下，都不能超越，唯独念佛人超越了。啊，《大乘经》里头有说，这四种。正法、相法、末法、灭法，依什么建立的？啊，《大乘经》上告诉我们，有人讲经，释迦牟尼佛在世，佛讲经，弟子们听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人。有正果的人，啊，乔成如尊者，第一个正果，这就是正法。啊，什么叫相法呢？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没有正果的，这叫相法。
啊，没证果的。啊，第三种，末法，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没有修行的，没有证果的，这叫末法。啊，那到最后呢，连讲经听经的没有了，这叫灭法，法就灭了。啊，那我们从这一段经的意思来看，净土宗这个法门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啊，现在还是正法。为什么呢？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的，念佛就是修行，往生就是正果。啊，所以净土宗里头有修行有正果，那就是正法了。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才晓得净土法门是释迦牟尼佛纯正之法。我们遇到了。遇到了要念佛，啊，要学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到底，万缘放下。啊，我看的这个碟看了有四五十遍了。我劝同学们，一天看三遍。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啊，一万声佛号大概两个小时。这个碟片呢，大概是一个小时。一天三五个小时修行，一年不间断，你必定往生净土。你这一生没有白来。修的是如来正法，海贤老和尚可以给你作证。我从碟片上看到，他不在锅炉匠之下。换一句话说，他念佛三年，也就是说23岁，他如果说寿命不要了，跟阿弥陀佛往生，他去得了啊。啊，人只要功夫成片，决定见佛。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是个念佛人，口里头念佛，心里面想佛。啊，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清净心，这叫功夫成片。啊，这样的人，佛一定会现身，告诉他：什么时候来接引他往生？坚定他的信心跟愿心。啊，那么他还有寿命，还继续在这个世间修，好，这个世间修行比在极乐世界还要殊胜，这经上都有说明。啊，那么他继续再修三年，
他就能达到事业心不乱。事业心不乱，清净心现前。啊，我们这个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清净心现前，清净心现前等于阿罗汉。往生到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这是道事业心。那事业心在这个地方没有往生，再提升一级，有一个三五年的时间，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我们经题上的平等，平等心得到了，觉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那生到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啊，花开见佛。啊，海贤和尚什么时候证得这个境界呢？我估计他30到40岁这个阶段呢，证得离业心不乱，他往生自在。啊，没有往生，在世间住这么长，啊，112岁才往生。啊，他跟阿弥陀佛见面很多次啊，这里头透了一点风声呢，我们要留意啊。他说了一句话，有人问他：啊，你见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他说我好多次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他讲，你修行不错，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表表法，做个好样子给人看，给修行人看。所以他那么长的寿命，我不认为是他自己有的，那个寿命是阿弥陀佛把他延长的。因为阿弥陀佛要教他做榜样啊，来度末法众生，末法众生出了问题了，啊，净宗出问题，史无前例。啊，这个问题就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文，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我们这个十几二十年呢，依照这个本子修行，多少人反对，多少人毁谤。啊，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遭这么大的难。所以有许多人对于汇集本不敢学了，甚至于把这个经本烧掉，遭这么大的难。啊，所以让海贤来表法。啊，什么时候来往生呢？阿弥陀佛一定是告诉他，你遇到有一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
如果这本书出现了，你的表法功德圆满了，阿弥陀佛就接他往生了。啊，所以他等到112岁，才有4个居士到小庙来看他，带了这本书啊送给他。啊，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问人，就这本书。啊，这是什么书？这居士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生心呢，唯有生战胜》。他听到这个书名呢，无比的高兴。啊，他们几个居士形容，好像是等了很多年，等一个宝贝呀，啊，居然等到了，啊，非常快乐，非常欢喜。穿上他很珍惜的袈裟，啊，也就是我们讲的祖衣，啊，穿在身上，告诉大家，我穿上这个衣服啊，你们给我照张照片，表法圆满。这一张照片照了之后，3天之后他就往生了。啊，他的这些弟子说得很明白，表什么法呢？第一个表法，告诉我们念佛同学，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不是假的。啊，不要怀疑。第二个表法是黄念老居士的这个注解，啊，集注所引的经论祖师大德的著书，字字句句都是真的，没有假的。啊，第三个表法，我们这些年来依照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注解修行，没有错误。112岁，92年一句佛号念到底，最后给我们做证明。啊，非常欢喜走了。啊，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高兴了，再不怀疑了。啊，那怀疑就真的错了。啊，你看这10几年当中依照这个经本修行的人往生极乐世界的很多，瑞相稀有。 啊这足足的给我们做证明，坚定我们的心愿。啊，何况老和尚受阿弥陀佛的嘱咐，特别为这桩事情表法。啊，那么在细心观察老和尚的一生，住在乡村一个小庙，啊，确实他已经念到礼业心不乱，做榜样给我们看的。在这个时代，像他那样的修行没有任何障碍，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他的工作就是农耕，从小都在农田里面长大的，所以对于耕种这些知识他非常丰富。出家之后，这个小庙很偏僻，
没有人来烧香，没有人来供养，啊，住了五个出家人，要靠自己劳作，就是自己耕种才有饭吃。自己要不耕种啊，那饭吃饭成问题。啊，他对于耕种非常内行。啊，寺庙里一共住五个人。啊，有五亩田足够了，五口之家了，生活不成问题。啊，可是他非常勤奋，年轻有体力，开荒。啊，山野里面的地，没有主的。他开辟出来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一生开了100多亩地，那他就很富有了，他收成很可观了，啊，他没有拿去变卖，完全用它来救济四周围贫苦人家，啊，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他照顾。受他救济的成千上万的人，他的布施。不是别人供养他来的，不是的，自己劳作，自己耕种，收获的那来不是。啊，这个光碟，诸位带回去一定要看，你要听我的话。啊，一天看3遍，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看。我在后面做了一个总结，他这本光碟。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他全做到了，啊，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阿弥陀佛要他来表法，不要别人，有道理。他确实表得好啊，表得太好了，太圆满了。啊，阿弥陀佛也找这样的人不容易啊。啊，他不辜负弥陀嘱咐，真正做到了。啊，最后佛来接引他。啊，欢欢喜喜往生。这个事实我们敬宗同学有使命，有任务，要把这个信息告诉念佛的同学，啊，劝导他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一生决定往生净土。啊，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东西值得留念。啊，你要想留念一样，那你就不能往生，你还要搞六道轮回。那轮回跟极乐世界做一个对比，你往哪里去？那你继续搞六道，还是要想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听凭你自己选择。选择极乐世界，
又丢不掉六道轮回，怎么办？是你对极乐世界认识不够透彻啊，那就得要听经。啊，听经功夫不得力，可以不要听经。我劝你先打根基啊，就是把这个光碟一天听三遍，听一千遍，一年，一年之后再听经，完全不一样了。你现在听经听不懂，一年之后啊，你听懂了，你听出味道出来了。啊，这一次我接受台南同学的给我安排，在这边调养身体。啊，一天至少要做三次。那上午做两次，下午做一次，所以上午讲经啊就听了。在这段期间当中，下午讲经，那我们还有一个学习班，学习班的同学非常可爱，学习的成绩非常好。啊，我们也不能把它舍弃啊，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下午讲经啊，三点到五点。二四六啊是学习班的课，一三五星期天我们讲经啊，那么明天呢我们就是学习班的课程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分享啊，那么这段时期呢要请大家多原谅啊，我们讲经时间减少了，疗程大概要两个多月的样子啊，两个多月如果很有效，这种疗养对于老年人好处很多啊，也可以介绍大家啊，年老的好好保养身体啊，向海贤老和尚看齐。这个老和尚虽然112岁，他的体力他的精神大概只有40-50岁的人，这是没有一个不羡慕的啊，年岁大都不老啊，啊，什么活都干了，临走的这一天晚上走的，这一天从早到晚在菜园工作啊，拔草浇水平地啊，搞到天黑啊，别人看到了老和尚可以休息了，不要再搞了，哎，他怎么说呢，搞完了我就不搞了，那天晚上就走了。大家听这个话没在意，第二天想想老和尚是预知时至，表演给我们看的，晚上往生，白天这一天没休息啊，还干一天活，所以他的表法表得真周到啊，往生前20天啊，看看自己的老同修出家的道场，曾经住过的道场
都去看一下，跟大家告别。老和尚心地非常慈悲善良，给大家做出最好的念佛榜样，不妨碍生活，不妨碍工作，不妨碍应酬，没有丝毫障碍，心里头万缘放下，只有一句佛号，只有一尊阿弥陀佛，他没有妄念，没有杂念，所以他念叨功夫成片，业心不乱，事业心理业心他全证得了。诸位看这光碟就知道了，这个光碟百看不厌，越看越欢喜。我们的学习班的同学非常认真地看，有人告诉我一天看五遍，那一年下来的时候差不多将近2000遍的。这个功夫下得深了，缘无比的殊胜了。做阿弥陀佛第一弟子，乔成儒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弟子，把他摆在这里，为什么？诸位读过很多佛经，你看到佛经里面列上首，几本书里头是乔成儒，都是舍利弗目犍连。在这个法会上，乔成儒第一，舍利弗目犍连退后了。这什么意思？代表念佛法门是释迦佛的第一法门，学习这个法门是释迦牟尼佛第一弟子，也是阿弥陀佛第一弟子。第一弟子哪有不往生的，哪有不成佛的，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乔成儒梵文全名作阿若乔人乔成儒，阿若是名，乔成儒是姓，这都是梵文音译的，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了本际，或者翻作知本际，或者翻作已知，也翻作无知。这个无知的意思，这个卦符里都说了，无知之意非无所知，是知无之意。就是对于无他知道，无是什么？无是真相，是实相，有是假相。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知虚妄就是知无。知无怎么样呢？知无好处太多了，知无你就能放下了，
你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为什么？它是假的，它是无。这个好啊，知无啊，人心是定的；知有，人心是浮动的，叫心浮气躁。啊，所以知无是真知啊，啊，真实智慧啊。本寂就是本性，啊，了本寂就是明心见性，啊，知本寂也是明心见性，啊，明了知道了，啊，见到性。我们再往下看，净隐云，隋朝小慧远法师啊，他注解《无量寿经》，叫《无量寿经一疏》啊，后人对他尊敬，不称他的名。称他居住的寺庙叫净隐寺，啊，称他为净隐大师。啊，他在注解里头说，啊，翻作中国话叫无，若翻成中国话叫智，啊，无智，正无称之，正德。万法皆空，这是真实智慧啊！啊，这是无知的意思，真正知道无啊！啊，怎么证得？证得的方法，不是说古往今来，佛法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无始无终，一切诸佛菩萨修行正果，都是一条路，菩提大道。这个路是什么？戒定慧，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这个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成佛。啊，都这一条路。啊，可是现在问题出现了。现在修行没有开悟的了，没有正果的了，什么原因？没有修定。为什么没有修定？没有持戒。啊，戒没有了，哪来的定？定没有了，怎么开智慧？啊，这是现在，所以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不能成就啊！无论哪个法门，一戒定慧就能成就，十戒定慧不能成就。那么现在戒定慧没人教了，老师找不到了。为什么没老师？没有修行啊，真正一戒定慧修的也没有了，也找不到。这个事情严重啊！我上个星期在香港跟大家了讨论到这个问题。啊，
斯里兰卡要建一个佛教大学，我帮他们做。啊，这个学校的预算跟现前建造的实际状况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换句话是，要钱很多。我告诉大家，钱财得来不容易，是十方信众他们供养的。如果这个大学将来不起作用，我们统统要背因果。这不是儿戏的。啊，要怎样才能作用，起作用？那就是这个大学，无论是哪个学系，一定是有戒、有定、有慧，这个大学才会真正培养人才。那现在我没有学界，所以至少这个学校进入学校的门，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至少要2年学界，1年学小乘戒，1年学大乘戒。啊，这是不得已啊，不惜啊。希望这个学校5年到10年之后，所有进来读书的学生，一定像中国古代5年学界。啊，他们一进入这个大学的时候，先学5年戒律，然后才能专学经论。没有5年学戒的时候，决定不能让他上课。这个样子，佛教才能够兴旺起来。啊，那么大乘戒律，我知道只有一个。啊，台湾的国清法师，我们也有很好的关系。啊，他是台中李老师晚年最后办的一个内典研究院。啊，当时李老师招了8个学生，男中6个，女中2个，啊，都是大学毕业，所以这个班呢就是研究所。啊，那么他很难得，4年毕业之后，专攻戒律，啊，在戒律上下了30多年功夫。啊，他在戒律上的成就绝不亚于弘一大师。啊，这是值得我们非常欣慰赞叹的。啊，那么将来必须要办一个律学院。啊，全世界任何地方佛教大学，大乘戒律需要他们去讲、去教。啊，不是这样学的，这个教学的。很难出人才。啊，念佛法门是个例外的。啊，但是正规的佛教大学跟它不是专学经宗啊。
净宗的课程在学校里可以讲，也可以不讲，因为它是个特别学院啊。这个法门是真正难信啊，难信易信，而且成就快速啊，这是个特别法门，只有84000法门之外的特别法门啊。我们在教下用了几十年功夫啊，我到85岁才放下，33岁出来讲经教学。26岁开始学佛，最后觉得所有的法门，自己衡量自己，没有界定的根基，不能成就。想来想去，只有净土这个法门。他把成就分成两段，第一段往生极乐世界，第二段在极乐世界圆满成佛。真正成就戒定慧三学是在极乐世界。这个事情我们想想自己行能做得到在这个世间呢，这一生当中成就戒定慧是非常非常困难我们自己做不到。所以晚年专修净土，我就是一部经，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文一部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集解，一句佛号万缘放下念念求生净土在这个世间88年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觉悟了，回头了传统文化将来一定兴旺在中国国内我们看到习主席最近的活动，在海外访问的谈话，没有一次谈话他没有说到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他对于佛教也公开赞叹。现在不但中国需要，全世界都需要最近有些同学提供我几份资料，是70年代汤恩比博士的
访问著述里面的记录出来的啊，他对于这个世界前途很关心，看出来这是个有智慧的人，有爱心，有慈悲心的人啊，不忍心看到这个世界走向毁灭，那如何能要让这个世界不走向毁灭啊，那就是这个世界必须要统合啊，我用统合，它的原来的名词统一，我觉得统合比统一好啊，说统一人就是害怕啊，谁有资格来统合全世界？只有中国人，他非常肯定啊，不是欧洲人，也不是美国人，这是中国人，我们相信这句话啊，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发现了群书之要，唐太宗治国的宝典，我们发现啊，大量的在流通啊，我相信全世界的统合是用什么，就是用这部书啊，这部书是中国几千年来古圣先贤治国平天下的宝典，它是四库全书里头精华的精华，写得太好了啊，50万字，现在我们急着希望把这部书，这文言文写的，翻成白话文啊，意思要翻得圆满，没有错误啊，我们希望3年能有一部标准的白话译本出现，然后将这一部白话群书之要翻成全世界各个不同国家的文字，全世界人一起学，统合就达到了啊！所以我告诉外国朋友，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不是中国的武力，不是中国的政治啊，不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贸易，是中国的群书之要。那这个书我都送给你，你们拿回去看看好不好，没有一个反对的啊！今年5月联合国有一个活动，魏赛季邀请我参加，我没去啊，我送了一个光碟，一篇讲演送一个光碟啊，他们带去放给大家看看啊，那么这本书我们编了个360，从这个再选择最好的，现在这个社会迫切需要的啊，把它译成英文送给每一个国家的代表啊，参加联合国的一共是195个国家代表，统统送到了，皆大欢喜啊！听到习主席在欧洲访问的这个几十场的讲演报告啊，
这些驻联合国使节代表非常欢喜，非常受感动，这是个好现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还不够圆满，还不够好，希望再努力啊，把它做出一个尽善尽美的、对全世界流通的版本啊！希望大家都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训啊，这是人类的祖先啊，祖先的智慧啊，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汤恩比说，拯救世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群书之要非常可惜，汤恩比没有看到啊。他要看到的话，他说一点书就是这部书，这部书确实能统合世界，让每个人都欢欢喜喜啊，自动来参加啊，不是被动的，不是逼迫的，自自然然来成就的，这是世界上一线光明啊！我们看到了，我们无比的欢喜啊！所以这个才叫真正了本际也啊！下面介绍乔真如与世尊初转法轮，度无比丘时，首先悟道。那《法华文句》里面说，是释迦法中第一弟子。《法华文句》是《法华经》的注解，唐朝智者大师作品。啊，是天台宗最主要的经典啊，必修的经论啊，这是智者大师讲的，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第一个证阿罗汉果啊，就是乔真如，正一阿含经弟子品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佛称之为，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啊，称说我声闻中第一比丘。啊，声闻，小乘。啊，小乘里面学佛，释迦牟尼佛一生确实是办教育，啊，非常严整，啊，有层次的教学。声闻是小学，佛教的小学啊，修学期间是12年啊，我们现在小学是6年，佛的小学12年啊，学得很好的毕业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就是小学毕业啊，把小乘法学完了啊。阿罗汉这个名字翻成中国叫无学，阿翻作无，
啊，罗汉是学，他小学毕业了，小学课程学完了，叫无学。啊，那么再往上去呢，就是方等，方等八年，啊，好比是中学。啊，现在中学初中高中六年，佛的中学八年，上面是大学，啊，大学就是大乘，啊，方等是大乘小乘当中的一个阶段，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啊，大乘是般若。般若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最主要的一门课，期限是22年。啊，我们是大学4年，释迦牟尼佛大学是22年。啊，讲般若，可见的，世尊出世最重要的是给我们讲，般若是智慧。大乘是真实智慧，最后8年法华，好像是研究所。8年，法华是会三皈依，啊，希望你拿到最高的学位，就是成佛。啊，法华经上说得很清楚，一切诸佛出现于世界，讲经教学。啊，终极的目标是法华，所以叫成佛的法华。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一乘就是叫你成佛，叫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佛陀教育，本怀呀，啊，终极的目标。啊，佛希望你的成就跟他平等，跟他是一样的。所以佛教大学目标是要叫人成佛的。啊，至少也得成个阿罗汉。啊，成个三乘菩萨。这才算是真正有成就，真的佛教大学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要记住，戒律比什么都重要啊！定弘法师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跟我。啊，一直到学校毕业，他留在学校教书，从讲师、副教授升到教授。啊，升教授他没去，他就出家了。啊，学讲经也讲得不错。啊，前年，果清法师到香港来看我。我了解他的一些状况，我非常赞叹。啊，我叫定弘法师跟他学戒。啊，希望他能够啊，在国清法师麾下好好学5年。啊，古人的标准。啊，然后再出来教学。啊，这个斯里兰卡的佛教大学
建好之后，他们就可以到那边去任教，临终修行，把佛教再恢复起来。小乘的老师很多，我见过不少，都很难得。大乘的老师要认真培养，中国从唐朝晚年把小乘两个宗收获了，陈氏宗、居士宗是佛门必修的，但是当时这些祖师大德用儒跟道来代替，没错。我们在这1000多年当中看到了，大乘八个宗里头祖师大德出了不少，有德行，有学问，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儒不学了，道也不学了，小乘也不学了，大乘架空了，这是中国佛教的衰啊。怎么衰的我们要知道从什么地方就起，一定要遵循老规矩，要重视戒律，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虽然不认识字，没有修过戒律，但是他有定功戒，他有道功戒，心地清凉自在，处事待人接物没有过失，这就是圆满的戒律。这个碟片希望大家细心去学习，你会在这个里面学到圆满的敬重，圆满的大法，戒定慧三学，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都在他身上看到。确确实实是佛门的好样好榜样，希望我们学他，那就是释迦法中第一弟子，弥陀法中第一弟子，佛在阿含经里头赞叹乔成儒宽仁博施，宽是指他的用心地，心胸广大了，我们中国人讲量大，宽是说量大，能包容人，先包太虚量周杀劫，这叫宽呢。人是慈悲，仁慈，大慈大悲，博施，他
他认真学习，有智慧，有学问，善能劝化，欢喜教学，教化众生，将养慎重，将是带领，他也是大众当中的，像现在我们讲班长，他也带一班人，教养他们，不设威仪，他教得好，讲得好，能遵守规矩，经，现在在这部经里头，首列尊名，第一个列他的名字，正表能闻受此经法者，皆是第一弟子。这一句话说得好啊！这个话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把他摆在这部经第一人，什么意思呢？是表能闻，你能听到这部经，你能够受持这部经，这个受是什么？真学，真干呢？那你就是敬宗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同时你也是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弟子。为什么？你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往生就是圆满成就。本经非是小成品，有这一段经文说明黄念祖老居士说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不是对自己随便说的，经文里都有。德文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海贤老和尚就是这样的人，他听阿弥陀佛文号是20岁，师父教给他的，师父什么都没教，就教他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生喜爱之心，皈依瞻礼，皈是皈心，依是依靠，这一生当中依什么？就依这一句佛号，一生不改变，一生不希求一切法，真正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把一切佛法都放下了，就依这一部经一个名号就行了。为什么？这一句名号同是一切诸佛的名号，所以念一句阿弥陀佛，一切诸佛如来统统念到了。不但显教里面所说的诸佛如来，密教里的所说的诸佛如来也不例外，都在一句阿弥陀佛当中，
念这一句他阿弥陀佛全念了，一个没有漏掉。啊，这是佛名。第二个呢，说一切经教。啊，也包括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教都不离阿弥陀佛。我们能够理解。阿是什么意思？翻成中国话是无。弥陀是什么意思？翻成中国字是无量。佛是什么意思？佛是智慧，是觉悟。合起来说，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哪一尊佛的名号不是无量觉？哪一部经论不是无量觉？你明白这个道理，这一句阿弥陀佛同摄诸佛名号，同摄一切经教，你没有漏掉一个啊。像海贤老和尚这一句佛号，十年决定的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20年、30年，当然会得事业心不乱，理也心不乱。啊，他有没有道理？行不乱？你细心去听他的观点，里头有一句话，他说：“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不是随便说的，什么都知道是大彻大悟的人啊，不是大彻大悟啊，不能说这句话。啊，所以我听他说这句话，肯定他的事业心不乱啊，理业心不乱。啊，也就是说，明心见性，他跟禅宗六祖是同一个等级。啊，六祖是从禅定。文法，五祖跟他讲《金刚经》，开悟的。啊，海贤老和尚是从念佛开悟的。方法不一样，达到的境界完全相同，这就叫做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任何一门都可以帮助你达到这个境界，只要转移移就能得定，定就能开智慧啊，就怕学得太多，学得太杂啊，那就学乱了。啊，开智慧的机会就没有了。啊，心杂念太多，妄想太多，就定不下来。啊，所以一定要转。啊，他老人家有一句话说：“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心不专就没办法了啊，只要心专呢，天下无难事，成佛是难事啊。
不是普通的难事，成佛了，成佛要专一。啊，这一部经上教给我们，一向专念，你就能成就。啊，专太重要了，没有比这个更重要。啊，希望我们要常常记住，不要搞砸了，不要搞乱了，啊，要放下，放下障碍。放下烦恼，放下习气，啊，说皈依这两个字重要，皈是回头，依是依靠，啊，瞻礼，瞻礼是恭敬，啊，学佛最重要的真诚心、恭敬心，你一定能入门，没有真诚，没有恭敬，佛来教你都没有。啊，如是修行，修行就是真干，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行为太多了，无量无边的。佛把它归纳三大类。身口意啊，总不出这三大类。心是念头，起心动念啊，是意业的行为；言语口业的行为；动作是身业的行为。身口意三业行为错了，有了过失了，把它改过来叫做修行。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啊，修正错误的思想，修正错误的言语，修正错误的造作，这叫修行呢。啊，修行的标准要如数，就是佛教导我们的标准，用佛教导我们标准修正我们错误行为，啊，用戒律，用禅定，啊，智慧就开了。当知此人，啊，这个老实听话真干的人，这个人非是小乘，啊，他不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可见的第一弟子释迦牟尼佛说的。念老说正表能闻受此经法者，皆是第一弟子。他老人家这个第一弟子是本经非是小乘品里头的一句啊，佛说的啊，可见的说话字字句句都有根据啊，这就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第一弟子不是黄念祖老居士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啊，引用佛的说法，现在来佛寺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为我们做证明，我们依照这个经，依照这个注解修行，决定没有错误。不但没有错误，而且是释迦是弥陀的第一弟子。我们要直下承当啊，不要客气啊！啊，我们确确实实是佛的第一弟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大家带着第一弟子回去。